我是李大美啊，我10号呢要去苏州参加一个发布会啊，打算今天呢去把我这个头发整一下啊。本来呢不想弄，但是我最近刷某音呢，看到最近比较火的有一个颅顶增高，就是可以烫这个发根，放头发的时候它就可以看得出那种头发那种蓬松感啊。我这个头发已经2-3天没洗了，这会儿呢要去我朋友的理发店呢去把我这个头发整一下。就不一样，我觉得录西瓜简单一点。西瓜跟他不一样吗？就是很简单的让你说几句，你要干啥呢，你没事你别今天不做那个微创，你就说你做，你就说做蛋白角质，我都给你吹直，不一样吗？是吗？先洗头，洗完头就开始把这个发根烫一烫。那烫这个它伤不伤发质啊？哦，我的发根的发质还行，就后面太干了。可以剪一下嘛，就我跟你说的上面那一部分剪轻一点，它这样就会蓬松起来。可以烫死，烫死等会再做个蛋白矫正，帮你做顺。不要太顺，那很塌的。那不是让它那样顺，发根它要蓬起来，这样它有光泽的问题。你不要把我的粉底液洗掉哈。一点不会沾。洗完头发了，觉得最近的脸饱满的不少。这个瘦肩针打了有一个月，有网友说，哎呀，我打了这个脖子好像歪了，没有吧？感觉这个斜方肌呢，它下去了不少。他要去哪儿？哦，头发要先吹干吗？不用吗？不用吹干，湿湿的烫吗？没有。好吧。呀，破费18块钱给我买了一桶水果茶。你是少糖吗？我也不是，少冰，我怕冰呢你们。我一般是少糖少冰，不怎么喝糖。你要湿湿的这么烫是吗？对呀、那头发要不要稍微剪一下？烫完最后做完色护，做完矫正。不是你今天要给我做几个呀、你想做几个？我想做这个烫发，然后你那个色护不是洗头发的时候能一起做了吗？对啊，这样省时间。对，不然一做又好几个小时。啊，我不得给你做碎。你手上纹身纹了一个日本的啊，日本的女人啊，这不就是日本的吗？你没看吗？录着呢。欣赏不了。你录着呢？录着了。你这个光弄这个上面吗？边上两边？有呀。哦。其实我比较想把整个头都烫了，但是我头发太细软了，烫不了。头发下面漂过，烫都烫不了。那就慢慢长，慢慢剪。做人要低调，开车也要低调，车模弄个低调一点的。这个就是烫整个头顶就行了吗？对。那还挺简单的呀，就这样弄一下，完了，一拆它就蓬松了，它就做定型了。那长的时候，它会长着就不会，它会自然2-3个月左右，它自然就没有了。我以为是那种非主流锡纸烫，长得就到这儿，砰了一下。它就是自然的话，它就直接就没有了，2-3个月的自然就没有了。那维持时间挺短的呀。你头发就长出来了呀，2-3个月就长出来了。我最近头发长得可慢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缺营养，不是肾虚吗？我肾虚跟我长头发什么关系？肾，头发就跟肾有关系，白头发跟肾全部。我没有白头发。脱发也跟肾有关系。最近脱发也不多，那肾好点了，不咋缺。现在已经40分钟了，把这个拆掉。色护是直接在这做吗？对。色护要做多久啊？10几分钟。哦，那还可以。啊，10几分钟好，你的妆不会花了。没事，妆花了素颜也不丑。对，有那底子嘛。只是化妆了会更精致一点，知道吧？我只是想看你最精致的一面。真会说话。其实女的她素颜跟没素颜的区别就在于说眼睛是不是双眼皮，然后皮肤是不是比较好，其他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区别。我感觉区别就在于嘴。那你已经算是极品了。嘴唇吗？不是嘴，那个口红吗？口红，其实有没有画口红真的不重要，也还好。还有那个。我跟你讲，那女的要皮肤不好啊，然后眼睛是单眼皮，又贴了那种双眼皮，那一卸妆的区别才大呢。行，那样看着受不了。贴双眼皮是已经是天天级别了。
这么一说晚上都不用吃饭了，饱了，被你们夸饱了。这个还不拆掉吗？我要定型，定完型等个十分钟左右可以拆掉。我还要这样子放十分钟？对呀、啊、我都着急看啥效果，我没有弄过这种炉顶烫炉顶的。这个是定型水吧？是的，有点凉。会有一点凉，你要忍一下啊、哦。嗯。一小会儿。它定型水已经上完了，我再等个十分钟吧。现在在做一个色护，就是把我原来那个头发再加深一下。这个要做多久？十几分钟啊？用不了，五分钟。整个头一个薄荷感，特别上头，精神。里边就给你加了那个冰摇的洗发水，有吗？其实就应该弄这种冰冰凉凉的，比较舒服。最早染头发都是那种很刺，刺疼刺疼的。现在染发护发都会加一点薄荷的清凉感。对。手都没知觉了，你手也是凉的是吗？嗯。我想给你种感觉，我给描述一下啊。就像大冬天你在外边玩雪啊、哦、对对对，玩完雪以后你再往就是你口袋里然后一踩，然后就那种就跟火烤一样的感觉。他一会儿就可能洗完我吹完就跟我刚刚来的时候那个黄不拉几头发是不一样了啊，肯定不一样。不要填充光泽度以及色素粒子。好，然后来这边呢还碰到了我的粉丝，就刚刚后面那个给我洗头的一直问我说今天发不发视频。那我说我今天不发，我说我今天发过了。哦，那我今天都不能看你了。我不就是在你面前吗？效果还挺好的啊，拍几个照片吧。这到时候我去苏州穿旗袍的时候我的头发就可以这样子，然后我给它简单缠一下，盘个发那种，好，这边蓬松蓬松。对啊，我后面头发全都不黄了，光泽度呢会比较好。从远看呢，它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的，还是可以的，总比那种烫卷，我烫卷是比较不好看，所以我比较喜欢我自己直发的样子。直发呢，我又不喜欢头发这边塌塌的。你去看一下，如果我把这一压，是不是整个头显得特别老气？你看一蓬松了，它就特别显年轻感，显这个活力。嗯，很棒。好了，这期跟你们分享到这，你们觉得这个发型怎么样呢？